近期超冠的高雄市长候选人也是婚姻的竞赛韩国瑜，今日专工回来婚姻参加国民党婚姻馆长候选人张丽仙所举办的龙旗兵造势活动，很多农民都专工到现场表达对张丽仙的支持。张丽仙韩国瑜也同时强调要照顾龙旗兵，帮助龙旗兵把产品倾销出去，为大家创造收入。选战愈拍愈激烈，国民党婚姻馆长候选人张丽仙今仔日透早伫西丽镇举办全国农民大会师造势活动，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嘛专程参加，吸引上万名支持者参与，大家情绪拢真激动。张丽仙甲韩国瑜两人伫场时就行了十几分钟，大家拢相坐，要甲伊握手加油。大家都想要改变，对无？对。比赛甲我讲，伊若做馆长，伊上主要工作第一项，就是照顾咱婚姻馆的农民、渔民、甲劳工，大家拍拍手无？加油！加油！加油！婚姻馆是农业大馆，尤其大灾的地区，更加是果菜出口的大宗。张丽仙也表示，若是当选婚姻馆长，将会设立农渔产业联，做伙为台湾的农渔民争取国内外的订单。哇！张丽仙甲韩国瑜，咱甲全国的农产品，甲经销出去国外，好不好？我免打造一个农渔民的产业链，免用一个经销的网络，予咱所有农渔民，大家啊，拢总会当赚到钱，生肖平民，予咱的农渔民会当过好的生活，你讲好不好？农渔民造势活动，有来自各地的农渔民拢专工赶来参加。经理会议长王金平、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婚姻馆议会议长沈宗良，甲国民党各乡镇提名候选人，嘛拢到场参与。现场动算声不断，展现强大的气势。用着刘永斌，几十年来，大家好兄弟，我的好同事，我下这个感情，特别我代表伊来遮，向咱各位今仔日拢会当光临这个会场，来表达支持的意思啊！我特别来表达感谢。这场全国农渔民发声造势活动，加上韩国瑜的韩流魅力，引起真大的话题。来宾马龙强调，爱拼经济，救农业，希望政府听见人民的声音，为辛苦的劳工甲农渔民争取福利。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